就这个人呐，有的时候老话说的太对了，观人于忽略，观人于景后，观人于临财临色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看一个人呐，你怎么看他是真的假的呀？面对面讲话都有防备之心，未必是实话。观人于酒后，你看他喝完酒之后跟你说的话是不是真话？你喝多了，脑子放松了，平时不好意思说的或者不敢说的话，他都能说出来。观人于酒后，观人于忽略，忽略就是下意识，他没注意你的时候说的话那是真话，面对面的说了都是想好了，不可信。观人于临财临色，这碰见钱了，这人怎么办？这来大美妞，长得花枝招展啊，捯饬的跟妖精似的啊，遇美色当前，他是不是说的实话？所以这都是看人的法宝。